原标题一百年前世界各地的美女居然长成这个样子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。美女是大家茶余饭后不变的话题。历史回到一百年前，我们看看老照片记录的世界各地美女的容貌，这是多少平凡人的美好回忆。虽然这些老照片记录的是普通人，但他们天然的美丽至今依然让人眼前一亮。墨西哥1895年新西兰毛利族女孩，1904年瑞典萨米女孩，1904年意大利，1906年巴勒斯坦，1907年中国，民国时期法属波利尼西亚、大溪地，1901年西班牙，1924年尼日利亚，1886年越南，1905年土耳其奥斯曼，1901年匈牙利，1907年荷兰，1903年萨摩亚，1900年丹麦，1913年返回搜狐。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